好，大家都想要努力的翻转啦，哈！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的高雄乡亲们今天想要说些什么呢？户外开讲开始了，我们交给佑正。好，来，这个韩国瑜呢，他上任之后呢，要打响哦高雄观光的第一炮啦，哈！他在十二月二十四号啊，你看他们都比我清楚哈，要干嘛呢？要在爱河旁边弄一个什么？音乐会还有什么观光夜市，这个全名有点长，叫做韩国瑜就职之圣诞夜市趴，对不对？对，据说现场呢会有多少150摊，好，150个这个摊子啊，哈，在那边呢要让大家来品尝一下高雄的美食。所以呢今天我们大声的大八卦呢特别呢就先出一个外景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瑞丰夜市。对，瑞丰夜市，瑞丰夜市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所以观众朋友好，待会如果看到电视，我们现在人就在现场，赶快到瑞丰夜市来，告诉其他县市或其他高雄的朋友，到底瑞丰夜市有什么好吃的。所以呢，在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瑞丰夜市的美食哈。我们同样请到哈，我们有陈强棍大哥啊，他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还有呢，宇轩啊，我们这个新科的议员，还有呢，美雅哦，我们这个美女议员，都要来跟大家哦介绍一下哦，高雄夜市有什么好吃的美食。另外哦，杏仁茶哥，嗨，大家好。但对不起啦，因为今天哈不是他的主场，所以他的摊子没有推过来，喝不到杏仁茶。最近很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就先来问一下哈，我们先问阿姨好了哈。阿姨，三造势你都有到哈？我都已经跑六场。好，你每一场都有到哈，我都记得，我都记得，我在你就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铁粉。我也是看到电视，怎么 care 的你？一听说疫情，说你在瑞丰夜市，进来哦，不，进来。我都买了开过来了。我给你叫潜力，今天铁粉比铁粉还铁嘞！哦，真的，哎呦，帽子上还有我的签名哈，对，帽子在这里啊，特意带的。是王佑正的铁粉还是韩国瑜的铁粉？两个都有了。我等12年才等到他出现，高雄12年都没有电视的。有啦，没有，有啦。我都找到在电视台，给阮人民发声，真正无。谢，等在听，我真正。感谢我们中天啦。我听到十二年，我如果有说谎或怎样，我愿负法律责任。没关系。那现在你也不能说谎哦，我们要问一下哈，瑞丰夜市你等下来吧。路过好几千次 N 次啊，结果有没有进来？进来看很多人又出去了。哦，进来看。所以我对不起水凤雅琪，可是我们的孩子哦，每个礼拜都来。哦，都来。我们家三个孩子北漂回来的也一定逛瑞丰夜市。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什么东西最好吃？有啊，他买那个什么阿爸更黑啊。就是鸭肉卷，嘿，那个来在包鸭吧，烤鸭类似黑鸭的，手北拍一下，烤鸭卷饼，对，烤鸭卷饼好吃哦，很好吃。不晓得今天会不会有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再来看。来，那宇轩是，这个瑞丰夜市应该很熟了，很熟，很常来，你没有路过几千次都没进来过哈？没有，我曾经为了逛瑞丰夜市，然后车子被拖掉，我为了买一个35块的鸡翅包饭，所以我那个鸡翅包饭是1835。爱吃的下场，来，那你要推荐一下我们瑞丰夜市有什么美食？其实就是炸鱿鱼啊，最有名的嘛，寒冰想吃都吃不到嘛。对，听说等一下会吃到，所以我今天来录外景是为了想要吃，为了炸鱿鱼，然后还有骰子牛肉啊，然后鸡翅包饭啊，然后还有饮料啊，卤味啊，其实是高雄都在地的美食，很多在地的美食，非常的好吃。好，来，那美雅议员嘞。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什么美食，待会可以吃到什么了？其实像我们待会可以吃到那个酥炸大鱿鱼，对不对？就是韩冰没有吃到的，没有吃到的，不是谢韩冰，好，是那个女韩冰，韩冰没有吃到的酥炸鱿鱼，待会呢，我们可以让现场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品尝，怕老板娘来不及炸而已哈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摊位每次都大排长龙，那上次呢，我们也几乎都吃不到。那还有这边有很多像我们的西米露呢，还有牛排，都是非常哦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德国猪脚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产粥、海产糜，这是咱高雄市吼上大一个特色哦。啊，其实你也当看到咱高雄哦，这个水凤雅琪啊，它各式各样，什么样美食都有，所以绝对能够满足哦所有观光客你们的需求。所以我们也真的欢迎哦，现在台湾各地的朋友看这个节目的，一定要来逛我们的瑞丰夜市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这里有在地高雄市最棒最棒的特色小吃。好，看到了哈，赶快来，来我们常常问大嘞，哎，丽姐家来。好，你要那、欸、你画下一个啊，把大家叫过来就好。咱全国有在看电视的人尤其是高雄人
会记哩，韩国的当当选市长，啊，咱大家拢要拼经济。啊，即马即个水龙夜市吼，是咱上高雄市目前代表性之一，足有代表性。都，咱当然，咱公司有足侪夜市啦，但是水龙是较有代表性的之一啦。所以你今仔日老看台电视的呢，你也当即马看来水龙夜市啊，今仔日嘛是，哎，小周末嘛。啊，水龙夜市哦，有千几款的好食的物件，千几种的，你敢那个看呢？有千几种足好食的物件。啊，咱利用假日，咱来囡仔带来，也是先生太太带来，咱来遮做进去啊，猛行。第一点闹热，第二点物件俗个鲜，第三点哦，咱来进去。把咱高雄市规个景区拢摆起来，所以咱若有看到电视好朋友吼，尽量赶来。高雄是一个足热情的所在，恁拢知影吼。尤其是这夜市啊，同号是夜市啊，佫较有代表性。所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看到电视来使用夜市哈，来使用夜市夜市夜市。要来啊要来啊！来，刚刚这个姐姐哦，你很明显哦，你安全帽还没拔，你这家里看到电视来的对不对？来来，棒给三，来，我们先深呼吸。我帮你，戴着帽子不行。没关系啦，来，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哈，这个瑞丰夜市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我下面喝茶。好，我帽子戴。啊，帽子啊，阿姨要 say 抖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拍哈。来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来，真的哦，阿姨很漂亮啊 ，OK 的啦。来，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哪里啊？我们有碰到过面。哦，真的、啊，其他的场合是不是？每个场合都跟你碰到面，我可以跑来跟你赚钱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很丑哎。你要跟我们那个推销一下，哪一家好吃？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我觉得这边很多都很好吃啊。嗯，比方说，什么有一个那叫什么东西啊？里面鸡肉撇下了一块块，那是什么？鸡肉撇下就鸡肉啊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沙威玛。什么东西？沙威玛。沙威玛，沙威玛好吃是？好吃啊，这边都很多，都有很多小吃的啊。真的、哦？那、啊、你常常来吗？我就住在前面啊，。所以刚刚是看到电视跑来，对不对？我就看到你，我就看。哎呦，谢，太好了。那你不要走哈，待会请你吃大鱿鱼，好不好？来，真的，来。你在外面聊，我这被人家讲。不会啦，哈，不会。来，阿姨来。哎，我陪你啊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明天到龙总肯定受不了，大家都认识我。那很好啊，对不？对啊，一点。哎，你说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在这边的东西全部都很好吃。那、啊、你都买什么？我来逛一逛，很少买，因为我孙子在前面有一摊那个海产店，他在那边打。哦，你就是有名的那个海产粥的那一摊吗？不是，他是往前面呐、啊，往前面呢、哦。我们有常来我孙子这边吃啊，真的哈。啊，我今天是来凑热闹，还没，他是他要五点才有下，叫他早一点来啊，早点来上课呢。我也想吃海产粥，对不对？打工啊，在打工啊。对啊，他高，对啊，高三的啊，打工啊，晚上才来这边。他那个在上高中啊，高三。那你还站在这干嘛？还不赶快去开？店可以开店吗？你开到冲啊！在备料，在备料，对啊，现在在备料。帮我们好好介绍，一定会介绍。而且我们牛排是夜市唯一一间加面不加钱的。哦，加面不加钱是不是？不加钱，所以可以点最便宜的牛排，然后也可以。加面不加钱，可以，要都喝到饱。哎，饮料还绝对是喝到饱。对，来到这边绝对是物超所值。还有美料哈，我贪吗？多少啦？薄利多销啦，薄利多销。好，你有没有闻到很香的味道？有没有？他一讲就闻到了。不是牛排，油炸的味道有没有闻到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好，大家都讲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呢，寒冰想吃的大油酥炸鱿鱼，寒冰没吃到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来，我们帮他吃。来，我们去看看酥炸鱿鱼，好香哦。听说马总统也来吃了好几次。谁？马英九总统。哦，马英九啊，签名在这里。吃了好几次。签名在这里。哎呦，老板娘厉害。哦，交给你了。哇，原来是模型。哦，哎，这么大一只。好，这么大一只哦，寒冰没吃到是不是？寒冰，我们来帮你吃啊哈，来，来，那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哈，啊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进去看一下，哎，要吃的排队，我请客，要吃的排队，来，哎呦，你可以拿汉堡牌。
你要丢，要不要丢进去？哇，这么大一只哎！对，还没好，再等。哇，这算是很真材实料哦。对对对，这还要多久？大概在一分钟。还要再一分钟是不是？来，好好。啊，这个是好的是不是？是好的。哇。哇。哎呦，来我拿。整只的，整只的酥炸大鱿鱼哦。哎，谁要吃啊？快点，谁要吃？虎狼被夹宝，你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举手啊！举手，有没有谁要吃？哎，帮我算一下有几只，我来炸，我来炸。我们也棚内都一起举手了，大家都很想吃。我们先赶快记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回来来吃一下酥炸大鱿鱼。